后背各种龙狮队带来精彩表演，为大赛各种新豪侠，以及是来温水游泳池起用祝贺，现场贵宾拍下不断。哎呀，非常有礼貌。那么首先呢，向诸位嘉宾，哎呀，行30公里，大赛各种新豪侠启用也特别的豪来上水，而且创作头前举行，借着机会，华新用英语介绍这边艺术创作对地方代表意义。来劲 ，to make the world colorful, see village women, collapse。请剪裁，一二三，放空标气球。爱心国中新建校舍及温水游泳池。我们也希望说，从艺术整个校舍的改变，让社区对台新国中有不同的这一个思维，然后重新再造。尤其12年国教的这一个启动，更适合我们台新国中利用校舍的展现，发展新的这个特色课程。现在台西高中拥有全国上水而且拼斗艺术创作，阁有新的校舍以及温水游泳池当使用，让人对海口学校的印象改观，填满真心的期待。围墙打掉了，那么我们有一座新的科备墙，整个的学校在陈校长的带领之下，我们的学校的那种氛围，你知道，都展现不一样的气质。我们所有海口但所有乡亲的一段艺术了哈，因为我们温水游泳池，那我们找到足侪所在，好较远的所在。哎，来运动，来做休闲的活动哈。我相信这不但是讲一个校舍的更新，同时也代表着台西国中即将要脱胎换骨。新校舍落成了后，有20间新的教室当使用，整体设计过当走动东北季风，希望让学生学习环境更加舒适。未来温水游泳池若开放，相信地方生活品质也越来越好。记者李克山，差不多。